阿佳，叔叔带你去佚佗，搁买玩具熊给你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那我们去哪里玩？啊，提着仔啊，先卖甲你讲，才有惊喜啊！啊，唔过你要答应我哦，袂当哭，袂当闹，无讲啥物代志拢爱配合，安尼我才买玩具熊给你，好不好？ 但我不要回去哦。哦。打勾勾。顶界就打过勾勾啊，这个唔免啊。打勾勾才不会骗人。我这是生意谎言啊，应该是不要紧啊。好了。 高高不骗人。好了，你去吃早餐，早上就出发了。王巧巧，你要想我好，准备要出发了。 眼罩挂起。为什么要戴这个？为什么？哦，安尼你去遐才有惊喜啊！还是讲你无买挂，安尼就无玩具熊哦。我又没有说我不戴，帮我戴。 手牵手，唔免啦。可是这样我看不到。来，阿伯，你留着，哦，爱听话哦。若是不听话，我就无要买玩具熊你哦。嗯，我会听话。啊，说话。 叔叔到了没？到了没？没搞，没搞。他过来哦。搞啊！你哪会走出去啊？你唔知哦，昨大家拢足烦恼你的呢。王巧巧，你哪会使安尼讲？人叔叔哦，伊是足好心的呢。伊对幼儿园哦，偷走出去，还佫比迄人的车来。 哦，叔叔哦，甲你告几下，阿你阿姐麻烦，安尼无礼貌呢。伊哦，爱甲叔叔讲对不起。不要我，不要我，不要我。林先生，实在足歹势啦。哎呦，见讲就讲袂听啦。啊，这吼才交我处理啦。赖老师，你先去甲带去遐，甲告好好。 哦，好，卖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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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先生啊，实在足歹势，甲你造成足侪麻烦的啦。没了，这哪算麻烦啊？王巧巧，歹势啦。啊，不过你真正袂当伫我身躯边，若无最后你一定互我拖累着。林先生，林先生。 啊，一定！啊，今仔我送出转来啊，那你我先来啊。谢谢呢。没了。歹势呢，老师，啊，我这两个月有较无闲，拢无法度半时间过来，我真正感觉足袂得过。妈，你讲啦，你有心过来甲我斗相共，阮就真感激啊，绝对唔通变作是压力哦。因为我真正就希望我会当有搁较侪时间，搁较有能力去帮助遮需要帮助的小朋友。 你真有爱心哦，你若是感觉，你真歹势，啊无咱安尼啦，你从今日的工课做到100分，安尼毋就好啊。
好啊，那你今天说到啥感想？咱从幼儿园的草啊慢慢的，啊摒扫清气就好。真真简单，搞好啊。本来伫个罗林尾，想讲悄悄那是路，就当甲安达一下。想袂到伊就安尼乖乖顺我的意，根本无需要用到这个玩具熊。这囡仔，想要甲花姐死的。只要爬上去就可以出去了。应该是捡到差不多啊，刷下来把粪扫捡起就好啊。棒球，紧棒球啦！你无看到囡仔惊到拢唔敢叮当啊？哎，小，来，我看，无惊无惊，无代志哈。等啊，好痛啊！你老花啊，阿姨甲你扶我。不痛不痛，阿姨赶紧带你来去抹药啊，乖，走。受伤应该较注意，知无？伊应该搁在惊，我来甲伊讲。那恁就麻烦你啊。所以你叫王巧巧对吧？嗯。哎，熊熊狐狸啦，那个电话，嗯。大骗子。原来是你，你就是在疗养院的那个诈骗集团。来，悄悄来，你竟然为老人骗到囡仔家来，而且还提一只这脏脏的熊熊，都想要骗囡仔，你真是有够恶贱的。唔都好佳哉，我有在家，啊，若无都唔知囡仔你骗到倒位去。我唔是你。无啦，这熊熊的垃圾去是因为哦，我要救巧巧时阵哦，那你涂卡，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哦，我无骗囡仔，我，哎呀，哎，你有替我解释一下。你就是骗我大骗子。哈，我迄不算是骗你啦，我。你讲要骗？等等嘞，我是骗伊，啊，不过我的骗不是你想迄种骗。骗就是骗，还有分多几种骗哦。你可认真些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昨下来家送物资，结果这巧巧啊，头先叫我车店，对我登去我厝内底，我按时才发现，啊，差讲无要回来啦，结果就住伫我遐住一暝啊。
你把我眼睛遮住大骗子。我没有把你眼睛遮住，你哪可能对我登来育幼院啊？你嘛看到啊，我若是无想办法把伊送到登来，我就真正是诱拐囡仔呢。你看，是伊啦，一直想要逃选，唔知会怪我。就算是安尼，有话会当好好啊讲。你有心思设计一个囡仔，无心思发现囡仔鞋也穿着平哦。来，住伫育幼院的囡仔，多一个无想要走出去耍的。你爱体谅伊的心情，有啥物话就好好讲，莫用骗的。你安尼用骗的，会造成囡仔心理阴影。我们的孩悄悄艰苦，已经嘛好担心，想到细汉时阵住伫育幼院的过去，我真的就害的。小乔，好啦，是你啦，我不应该骗你啦。啊，不过我是没有会送你回来哦。大骗子，大骗子！我都滚！好啊啦，别再气气伊啊，你走啦。王佳佳，熊熊你叫。来，坏叔叔走了，所以你讲你叫乔乔对吧？那呢，你跟阿姨讲，你为什么不想要在育幼院？因为小朋友都笑我不会数一二三，可是我都会念啊。那呢，小朋友都在什么时候笑你？写字跟画图的时候。那呢？你写一到十，给阿姨看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一休。来。丹青，啊，你摕这写啊乱七八糟的纸给我，要创啥？王院长，我是想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认为乔乔伊不是特别戆，伊是真有可能有学习障碍，所以伊才唔知影是安怎写。伊前一阵啊才转来我家遐啦，啊，伊进前在育幼院的时阵就安尼啊，伊常常拢会跟小朋友去冲突，真侪代志甲讲吼，伊拢听无啦。啊，伊的鞋啊，常常拢穿唔着脚呢，拢爱老师哦帮伊穿。这真有可能就是有学习障碍的囡仔出现的状况啊。敢会是无专心？你看，这是我叫伊伫我的面头前写出一到十，顺序拢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写出来算是安尼。参照二加五，有学习障碍的囡仔可能就会分不上清楚，啊，可有六加九。虽然讲写了是安尼歪来歪去，啊，不过也是有一个逻辑的。其实我有问过伊啊，我问伊讲二加三等于多少，伊讲会出来，啊，不过用写的时阵伊都写袂出来啊。所以这前面很多是有学习障碍的问题。你若是唔相信，无得卡会当带乔乔去做搁较专业的鉴定，还是讲可能要花搁较侪时间陪伊学习。我嘛唔是讲无相信你啦，只是讲哦，阮育幼院哦，无遐济经费呢。无安尼啦，非得我常常来做义工，无就互我来陪悄悄学习，无得靠豆豆啊来较有耐心的，伊可能就会有进步啊。安尼就麻烦你啊、哦。